首歌，我喝一下。你介绍一下嘛，你有麦克风，我练你一直讲话。哪个部分？身高跟三围。三围啊，二十四幺。小时候。也太小了吧。刚出生。你看小朋友都在笑了呢。我的腰差不多跟耳下，就是老外的狗差不多一样细的，哎，怎么可能？他今天代替老祖的位置。哦，老祖就是我们另外一个吉他手，因为他有事情没有办法来。对，其实他也有来现场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他。好了，开灯。我们还是不要讲他笑话了，因为每次他不在，我们都很爱讲他的。对，好，有直播哈，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，老祖。好了，不要闹了，那就带来这种潜水哈，因为潜水就是会阿美族的传统技能，我也在学了，就是会拿到一些，章鱼啦、龙虾、龙虾跟章鱼，还有章鱼跟龙虾，就是，可是我们只能吃这些了，很可怜，我们就是家境贫寒这样子。
蛮累的。稍微休息一下好不好？因为九点了，等一下警察会来，哎，因为他们也想听。哎、有一次警察也是有捡取缔我们的，太过分了，你们半夜一直唱歌，我们就很紧张啊。他就说，那警察就回答第二句话，也不找我。哎、好了，开玩笑，来，先休息好不好？可以吗？还是你们不想休息，那你们就先自己上来唱好不好？我们休息5分钟好不好？谢谢。